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F 四，我们今天要上班了。然后那个来跟大家 say hi。宝贝，我要吃糖。你快点给我 say hi。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小型旅行团，来到了。今天是来踏青的。对，来到了。我们今天就游，今天踏秋游，郊游。这里索道售票处，我们是不是要在这里买索道的那个票？好，等待等待，我们等待工作人员去帮我们买索道的票。我还以为要爬上，来，我给你们爬上看一下镜头。爬上我们的东西就是有还蛮多。来到你的香山，香山。对，我怎么在抖？稍微有点冷啊，稍微的来。就为什么缠住了脖子，就确实有一点感觉好像抵御了寒风，透风了。你想，如果在一个大冬天，冰水从你的脖颈灌进去，从你的手缝里穿风进去，从你的脚踝，想想都冷。大不对，大不对，起来，我们靠边，靠边，感觉会被人海群对。觉得累了，好，自己买票坐索道下来，真的是要坐索道，要不然因为上山容易下山难，而且对膝盖真的是很有害处。你几岁？是不是年轻人？我不是。我要在那照相。我们去到那个香山一下亲吧。游客照，游客照。哎，我们都来拍吧，游客照，完全游客照的那种。南北不过夕阳红。刚才我们看到了军情，有一半的人有索道票，有一半是要走路上去。好的，句子一就是那个走路上去。没有，我已经率先拿到了。这宝哥，电水帘洞。游客照，看游客照。Same row, the same hotel. That sounds fake, but this is. 我是故乡的那个，我是故乡的那个。啊，走开那姐姐，我们要拍照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哇塞！拍那个，抖腿，对，可不能抖腿啊，好多了，哇，真的是的疯狂的，我跟你说个子不够高了吗？你们真的很为难我，就是说，哎呀，好好看，不要动，直接，哎，拍的好好看，来，取景很重要，觉得。对不起，二三，好，你的楼真的好，我也要这个抢座，我又输了。我本来说他们刚是刚刚是冬季恋歌，现在我们是复古合唱。你坐那边，我直接是，快点，我是今天的策划导演。哦，这个女孩子充满爱意，你看你看，好好看吗？刚刚刚没看化掉，要不要再来一张？我觉得得单独拍吧，两个门神真的是。这样，姐姐，然后我说很美，你就转一圈照着地方。看，这就是我为你们打下的江山。Amazing！ 今天拍摄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真的太歇了，太累了，愉快。坐车坐累了。